Damon。换了 PC 也是瞎搞，别说了。这么真实的吗？这么尴尬的吗？上来就不加，你这样锤我队友，我害怕，我尴尬的吗？我害怕，我有点难受，我害怕，我错了，这么尴尬的吗？你少没有死啊？还笑死我了，真的。阿姨，你上来就让我打职业战队，我害怕。没有你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别玩了，笑死我了，真的是。没钱放在这儿，突然发现我带的赃款，有点尴尬。怎么这么多机械师？哦哟，可以，1年，
哟，救起来了！今天也无找你去了，他没锁，他没锁去屋，没锁。他来我这了，前锋能卡到，能卡到，血量应该能卡到。卡不到的话，卡到。你们修废墟机子去，我就废墟了，他肯定要死掉。牛皮这个鬼，鬼鬼，我真修，我是真的吗？没眼啊，这鬼。能修多少？是香血的。再修，眼消失了。回去一半，回去了，没有，还在我这。这就走，去，回去了，手机子，手机子干嘛？我走了，当木放下来的对吧？我走了，哎，木放下来了，估计要死你身上了，弟弟，你死你身上，你死。这么多空了，哎，我临死之前能混个大晕，不亏。炸了。你要好吗？压不好。去完了，我说这么一直没消的，还有一个眼。现在是在控灾。保一保那个，保一保自己，我这边。死了，我给大晕。没有，他下波要手机，还是要手机子弹？守不到，我带了无地点来了。那我这双板呀。那么你修多少了？啊，快亮了吧？快过四了。前锋到位，他到了，他到了。我幽耳鸣。他肯定不守了，这台守。走去了，去守了。过来救。能救吗？我这边直接亮了。能救，亮。能救。开大门。他们不开吗？你开啊！我开吧，我也答应我开。你帮我，没了，无人刀。大门能点吗？开完没了呀，他又没传送。他这个距离挂的，平了。里面是地窖吗？出屋，我想知道。我地窖。双板是地窖，皮球往地窖爬。我知道，我勾引他。你爬呀，你不是爬人家送吗？双板爬呀。他过来了。直接回头了，我就挂你了。他知道你要爬，你就直接走。下手真狠，哎，四佛。CTA 丢连胜。打不过去，我锤我队友，我那个我就认为谁带的牌，人家说我那个我六鬼位带的是真大加速，嘿嘿。艾丽锤完这把感觉怎么样？还放心？我锤我队友。
不是，求求你去玩那个先知。我想玩强势，我玩先知。那我玩吧。那我洗鸟不会洗啊。玩吧，我玩。没事，就我玩先知吧，就要练一练的，练练手速了。你又打宙斯。我要玩这个，这个能玩吗？哎呦。什么东西？接小灵怪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太快乐了，这个太快乐了。我这个真的很强的。我前锋是真的猛，真的不吹牛，每波都撞到，但被丢了。还行，他贪了，他那波第二次被我偷下来了。就本来准卖的，卖了之后，其实我们这边不是很好打。他那波放不拖节奏了，第二次救的时候，他要去第二次杀了人，重新挂的时间我们可以走。重新挂，我们就能 PY 去了。那波我们互相摸好了就节奏已经回来了。如果我没有救第二次那一波，他直接收我的话 ，PY 不了，救下来之后还是要死。对面是谁、啊？不知道。地震了。敌人不准备了吗？他玩解释不了呀。路人。路人。对。就是可以快乐，我懂。就是可以快乐的意思。路人的话不打蜘蛛，打杰克。我最近无人有问题，打蜘蛛太无脑了。咱可以练一手小丑。反正误认和那个推进器都要练，都有问题。这什么啊，往脸上跑。这你敢翻？还挂死就打个二级狙，you
酷毙都不用嘛，你这个人。他上来没有？啊哟，差一点被土埋！我没动了，我洞还没好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洞，这边还有一个洞。这边还有个洞，你能进吗？进来他怎么还有个洞？这边还有两个板子。啊，这两个板子有蛛丝儿，哎。你们那边好快乐呀！姑姑你在哪？快乐，来终点再说。快乐，接个洞，接个长洞，接个长洞，接。藏到还没好，藏到还没好10秒。那你说个屁啊！我这边打个藏洞，补出过去。哎，这小马怎么了？这样的呀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接一下，秋姑啊，咩，接一下吧。啊，不是秋姑接。就当我过去了。回来，快走动。T7来了，来终点，他T7来了，来终点。终点了，走了，快踢七点了。第九的呢？别走动，看到地窖没有？没有，看到我，那我爬出去，放开我，就不让你爬。我要爬起来了。我们没有排地窖。哎呦！这是魔鬼，他们按着我一顿摸。不，我溜了，我要砸他一板子，然后投降。哦，他打，我死了。你在原地等死是吗？他不打我，那我走。哪里啊？对面已经是杀了。他要把你吐死，古叔。这个人有问题。啊，为什么我不能投降？我妈鸡！你吐我，来你吐我，你随便。古叔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木马那边有个洞呢，就选到木马那个机子那个位置有个洞。太危险了。他在干啥？可以投了。好，可以投了。我重启下游戏，等我一下。好。啊，快乐！前锋真猛。各种花式真爽，我们这么猛，爽，我们浪了，我可以开了，真好玩。你成就好了吗？这么快啊？对，这么快，这才几秒钟，为什么会有个八连胜？绝了！你是换电脑了吗？偷偷摸摸换电脑，2080拆，好快啊！秒起，花言，三个花言，好，又来了。这个名字有点又来了，再来一遍，再锤一遍，锤再锤一遍，再锤一遍。谁呀、啊？修得这么开心？怎么讲我不管。黑妹。
哎，这尸怎么没放出来？吐幽冥一口，给他一刀，就是赚的。幽冥救不了人了呀！我多打了一刀。看他是不是卖了。这个娃娃真的凶。开始最后一台了，多修的。这是机械师。我弹一宿，
然后我再回去。把娃娃自救了。跑得好远啊！还是三杀，胖子把门开了，没传送啊！这只要他这波，这波娃娃垫太多了，自救了。他如果娃娃我打死一次，应该没了。再说，再说。哎，打不着。无力量和回音窗都那个。你刚卡我，我卡你了，现在我跟你说。然后我刚卡了几波，是他很自闭的，他敷了两层四拳，全被撑到，全被我那个了，打不着，打不着，全部我吃掉了。过来了，天门，打不着，天门，去天门了，打不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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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压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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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好了。那我走了，那我走了，别天门去了，天门去了，又有自己玩。天门去了，天门去了，贴大门了。没追了，可以亮了。亮亮亮亮亮，快亮，快亮，快亮。我带到大门来了，他在打我，要杀我，没有自摸。六六六了，他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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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大门，不管。我不能被他看到，我靠。他没闪现，没闪现，没闪现。救命啊！大门能开吗？他们太鬼走了，都走了。捏到胆子说开大门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完了，出他妈大事了。你看，我不是有是神仙喽？大门能开吗？大门没人开，可以开，可以开，可以开，大门可以开，大门可以开，大门可以开。接下来先开大门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啊哈，拜拜，太崩了。拜拜拜拜，怎么又杀死我？你怎么开的是大门呀？我人晕了。快开快开开的大门呀！他应该来不及。开木门吗？我不是一直说的我开大门，他在那大门追人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全在挂机啊？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他妈开木门呀！我绕了一圈回来了。能开能开，他闪现他闪现，走了走了。天门天门古树，哇，这两个人演员，我的妈，我都输了，我开的大门，两个人小门挂，开大门，我拿头出去，过来把我贼了怎么办？那你们自己他在大门啊，你们可以开小门的呀。那不两个人没了吗？浑水摸鱼，他闪现又不是 TP， 门有什么不敢开的？我他妈当他面开，开的是真的吗？你是真的菜？你前锋你快一点，我能走的。两个人浑水摸鱼，你知道预判一波，他的闪现他撞墙，大晕还交了，秒的，人晕了 ，Go Go Go！ 我感觉皮皮要杀了我，他那几波爆人全被我预判到了。感觉像你要的回忆，这什么图啊？不对，这是什么阵容？谁啊？路人吗？不是路人，不是路人。你们应该打微笑吧 ？ITC 吗？打微笑吗？对对对。ITC， 半个 ITC。半个 ITC。半个 ITC。对，现在当我们这个叫什么？五分之一 GR， 我们是五分之一 GR， 一开始。哎，这个街是为什么往脸上跑啊？哎，什么情况？
释放不出来。盔甲。他又在放娃娃。无所谓，他娃娃跑不掉。藏一个丝，干嘛呀？还想盖我？黑妹就。用妹妹治愈，黑妹转点有问题，他转了一个没电机的地方，那我不追。不能追了，大房有人修。大房是佣兵。没传送，我也不好过去。只能守尸了。吐佣兵一口，给他一刀，没吐中，那就完蛋。要好了。
他跑得很慢的。没人看门了呀。然后去找他，他应该在开门。刀无人刀太准了，一刀。这时候就需要我一手牛仔了，我牛仔就能把死给救下来。没牛仔了，求求求求你！我那波哇，差一眼无刀，拉球被预判了，好难受呀！拉到一半被他打落。我们经验不足。我经验不足，我他喵的半血就魔术师，杰克手下就魔术师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你还要我怎样？我那波半血就杰克的人是天秀，好吧，我不拉血，玉秀。老兵不接我电话的。怎么听你声音好遥远、啊？直接过来的，他知道我在那边找你魔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怎么听你声音？路人不认识。路人啊，路人，听你声音很遥远。嗯，别人不接我电话。这有先知，有机械，有机械用爱护鬼找虐，打杰克吧。确实，他往大房跑了。前锋帮他盖板子，前锋不需要电机了。
哎，怎么控刀了？哎，我在干嘛？我以为他撞到我了。一样的板子，穿不过去。
激流无人。我把你吸了，来跑，闪现，闪现！啊，好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死跑不动了，我就不该去魔血屋了，让自生自灭得了。跟女老头。保平赢了，保平赢了，没事，爱丽丝，爱丽丝。好快乐你们，原来能这么快乐。哦，太甜了，老子清真。哎，那边好快啊！这快啊，他妈杰克之术能不快吗？我们这边打的约瑟夫呀。艾莉永远是最先打完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出来观战，牛逼。掉了，哪个人？重启去了吗？对，重启了，拉我。那我也重启。嗯，你们打了吗？到重启了吗？掉身。疯狂的。打屠夫是要重启的。确保不卡。这个时候就打艾特，艾特官方出来艾特。赌石重启完我们再开。求乌吃饼。他吃个屁！他吃屁！他吃个屁的饼！嗯，还想吃饼？演员实锤。好了好了。梅菜扣肉饼，好吃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开。春去点残眼，你知道吧？你不叫残秋了，你叫春去点残眼。你可以确认那个站位啊，然后打呀，就不用这样子准备了。还好我只要不打，你要狩猎队好多。这个赤品的为什么不能出门？这个赤品的很帅好吗？帅到出门，帅到掉炸呀！我就是什么玉皇大帝的 rap 者，什么观音菩萨玉帝起天去玩，帅到屌炸天。帅到吃屁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伐木卷。你们没有看过那个版的那个《西游记》吗？点错了，路人什么？对，路人。你又可以又可以吃饼了，同学，你又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。想打把爱哭鬼。杰斯这样修机子的吗？你往火脸上跑。
刀都不想插。什么情况？卖了吗？干嘛？还有人，死了。我被厄运之上，你们还说我不认真，我能怎么办？他喵的，知道厄运我有办法吗？我没脾气的呀。他们前面也不要聊。哟，我们在修啊，沙发他修多少了？两。啊？别叫中间，猛啊！
那个去地下室里拿人。你去集装箱那去，把嘴里。哎呦，这么漂亮的！哎，你四杀了是吧？保龄出赢了，我可以。不挂。哎，不挂我。解完羊修多少了？怎么没了就跳不了地窖了？文具补啊，补没了。没得了。快乐呀！不是他自己说快乐打的。打快乐了又说，那我们到底是认真打还是快乐打嘛？说清楚嘛！天哪，去！快乐！找你去啦！我在快乐，我躲起来了。啊，看到了古树的遗产耶！前锋，我前锋真猛。那我去打佣兵嘛，你们换吧。我玩前锋，玩前锋。玩你六鬼吧。玩 PC 啊。那我去打救人位吗？打那个吗？我去打六鬼位，我去救人。大宝瓶，不亏不亏。同样的人，上一把的。
下大雨，这反正应该下的。那边很难，沙太快了。他说像我这种白给才能看一下艾莉那边的操作，不是？感觉白给可以去看操作，不亏啊！不亏不亏不亏。不亏个屁！
为了开的。路人，路人。OK OK。要没了，不行。我来玩先知，来给你们聊。怎么直接套鸟了呀？不按套路出牌的。狗祭司是真的烦，
这边有个推进器，我看见了，现在过去。哎，这个人怎么串魔了？当时打了个钻了，这钻头白给。古族好像没什么游戏体验，打把贼塔。救他，古族。不救他，秀他，把秀哭了。最多一分钟，哎。都多久没玩人类？不然对面不是什么很强的，对不对？也就什么 ITC 啊。杰克啊，一生之敌啊，我溜不动啊。你知道我连三阶的杰克我都溜不动。这是一个战队啊，这个叫什么我忘了。叫什么？弟子稍微认真一点打，不要那么锋芒，好吗？这个前锋，前锋换了吧。这个基也是我们打。搞这么多先知干嘛呀？
哎呦，我鸟回来了。还跑马拉松，哎，弹刀了，那有 VIP 啊，我干嘛不挂呀？you
这个黑妹真的是神烦。跑了四个。看来我只需要留一个了。苍蝇为什么会蹭的一声啊？你的好奇怪啊，这紫紫苍蝇。他怎么打都敷衍，靠近中影子到前说的，主要是你第一人不贴那个的，第一人不贴你救不下来，他一碰你就挂。我都看到控制女巫了，医院也是，医院的那个医院红教堂那个影子，医院红教堂那个影子也得填贴。我上星期打的时候，他经常他玩防御这种贼快乐，还有什么快乐一。对面是谁？路人，路人不认识。好，别闹多了，我懂 Andy 的意思了，不要快乐了。园丁来的。这个兵不好赢啊，
玩套路出牌呀，乱跑。打五魁啊，没打中啊，你这个刀有问题啊，他修不动了。
猛歪了。真的慢，该亮的你那波，该救的，让我去救。我直接就是亮了我救得到的那个距离，我能救到。太难了，输不一定救下来的。他那出那波保平可以保，保平，我保平啊，他们输了。那个最后觉得少点卡那个。哇，先快乐一把都不听我的，没错。多年的经验告诉你，好吧。摊这么多年，摊出来的事情，当我理智起来，跟你讲，保平是稳保平的。没有保平啊！你那波早点贴门，说不定就要输了的话，贴门了。哦，剩多完了。我挨了了。我本来就在木屋旁边，你说让我贴门，我已经贴了。这个吧。对，那个五排是那个，五排是同样的那个，同样的。关键是那个厄运震慑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厄运震慑很关键，没有那个厄运震慑，我觉得是吧，都没有这么难打。那卡个屁倒霉，早上不卡，直接去修大魔一下。临走之前还送了一个厄运，很幽默。今天两个了吧？还是他们普遍。普遍啊，还是上把的人。吃回来，吃回来，把他宰换个挂饰，试试这个。
德板区吗？走的。抓到宝了吗？一个街是一万个人来扛，哎，怎么卡了我一下呀？又要重启了。
我靠，我的天！还有耳鸣呢。